哦，这家的楼层真的有够高呢，大力多。哎，你不是那个什么白同学吗？是啊。哎，你怎么在这边？就那个网络上说这一家鸡蛋糕很好吃，想说来买看看。哦，是哦，是哦，哪一间鸡蛋糕？这一间哦。对啊。哦。哎呦啊，刚好我来这边吃呢。是哦。哎呦。没有买过啊。哦，这个是全家最有名的呢。是哦。人家说鸡蛋糕不错啊，就是人家说那个老板娘长得漂亮，我好好看一下。真的哦，老板娘，我要那个原味的大份的，两份要外带。啊，我要这个。哎，那你是？哦，就是听我朋友讲很有名啊，要来 update 一下。哦，是啊，你就刚好在说啊，你怎么知道我是白同学？哎呦啊，我都在 follow 啊，你长那么帅，怎么可能会忘记？啊。阿坤嘛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在看呢、啊。阿坤。对啊对啊对啊。哦，你说那个无毒的家、那个。对对对对对。哦。我、哦、没想到，刚刚在蓝潭的一台都碰到两个，现在都没有碰到你。真是的哦，真的是，要好好看。那、啊、是我请你、啊。可以吗？好啊，谢谢 啊，谢谢啊。哦，我这家听说很好吃，我想说吃看看。哎呀、啊，元气呢？哎、哦，你们家里人都不错，都亲和力蛮好。还好啦，啊，家人就是爱这热情。好了，那你有事先忙，那我就订一份给你。好 ，OK， 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好。泡姜吗？就是可以选口味啊。哎、欸，泡姜这种原味的，它的原味来，我们先来试试一下这个嘉义最有名的脆皮鸡蛋糕。那鸡叉怎么歪？啊，白同学是不讲台语的，台湾人就讲台湾话嘛，来我一看卖。好吃吗？嗯，哦，真的好好吃哦，尤其这个蛋壳很漂亮啊，像老板娘一样漂亮，嗯，真的不错。这个大家有机会可以来嘉义这边买这个脆皮鸡蛋糕。啊，有一份要给你的啦，想说你们家里人都那么友善，好啦，谢谢啦。